有啲換就冇所謂啦。唔緊要啦，唔係好似你佢係咁嘅，原來叻到，即係聽嗰個頻率啊！哇，呢啲人好難揾啊！但聽講工多藝術，大家都係。驚你俾個 artist 鬧啊！真係哇哇咁樣，你知唔知好驚？即係想分享下個 band， 即係由30至30K， 即係30000嗰個 hertz 個頻率，即係知幾多一秒鐘咁樣啊？幾多下一秒鐘？咁嗱，你就係提嗰啲就係主要係一啲科學啲嘅數據啦。大家上網 check 得㗎。又或者用我哋發燒友嘅角度就係咩咧？數據咧，咁我都玩咗有近幾十年，30年到啦。我發覺咧，原來好多數據咧係好似要。即係譬如話，係咪個頻寬，譬如 A 嘅制式個頻寬係優於個 B， 就等於佢好咧？原來係冇關係。甚至譬如一間我哋聽下黑膠碟，黑膠理論上已經係幾十年前嘅嘢啦，甚至乎喺90年代曾經都近乎被人淘汰咁滯啊！但係點解啲近呢幾年突然間 hit 翻曬咧？除咗有某程度上係佢係一種潮流嘢之外咧？很多人重新感受到咧，佢個聲音係更加舒服、自然。咁咧，我哋聽下就知咯。仲有一樣嘢我補充，就係佢嘅封面。黑膠碟，因為佢嘅 size 咁大咧，所以本來有張相，即如果你用普通手機，可能而家啲像素雖然好高但係你處理得好，即係你影嗰張相，可能佢其實咁細就好清楚，即係好清晰。但你一放到佢好似一張即係 CD 咁咧，就可能好清晰。但係放到咁大嘅時候咧，就未必咁清晰啦。咁但係睇你要求啲乜咯。有啲人中意係唔使咁清楚嘅，但係即係有啲人中意睇 3D， 有啲人中意睇 2D 一樣啫嘛。有啲唔知咩嗰啲 4 咩 Atmos 咩，即係一樣嗰個要求。即係其實係好主觀嘅呢樣嘢。咁我都曾經買過一啲黑膠，都係因為個封套大啲、靚啲。一打開，哇！擺出嚟型啲，哇！啲歌詞，哇！可以咁樣睇到，咁樣睇到，你唔使嗰啲，你擺喺對面啦咁。年紀大啲咪啱啲咯。遲啲啲手機可能咁大個，係 OK。喂，手機就手機啊呢個啊，咁我依家開始好啊，播少少。先播 SACD 啊！屌啊！趕上啊！唔俾走 ，OK， 享受下啦，享受，放鬆享受下。咁啊，如果根據大會嘅安排咧，第一隻咧就係播第一 track， 老細我撇先。係。咁呢只歌我都好中意聽。係啊，因為好啱啊！在座可能好多人都係做媒體嘅，咁呢只歌咧，我估啊潘月亮都係講自己曾經做過，譬如係廣告公司啦。月亮半。月亮半係 sorry 啊，好叫底牌啊 ，sorry 啊。啊？咩啊？喂？咁佢都係講一啲做創作工作嘅人，咁我感同身受，因為咧好多時啲 idea 整出嚟咧，啲老闆就話喂又要正。條料固然要正啦，我個 budget 好細嘅咋咁樣啊，咁讀曬啦，最後其實我哋唔係要呢啲嘢喎，咁樣啊，你真係攞你命。咁我哋聽下第一 track， 呢個係 SACD， 呢個係 SACD， 跟住嚟我哋播三 track 都係 SACD。咁啊，你作為自己聽，作為一個歌者，你錄音室聽，同依家用呢個咁嘅器材喺 SACD 會有咩效果？聽真，如果你中意坐落嗰度都得㗎。